题目是用一个字代表一种颜色，可以代表颜色的字。OK，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彩虹的颜色之外，还有什么字可以代表颜色的？好，请加油。从最左边的张世阳，请作答。白，是的，当然。洪玉凯，红，红白胜利有够犀利。许伯祥，哎呦，还知道造嘞。你的字写的不够标准，再写一次，有点小争议，来删掉。来，皂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皂就是黑色，非常好。陈一，黄，很好，轻松过关。下一位，张世阳。刚才陈一写青的话，刚好四个字叫青红皂白，对不对？不贴心。郭洪玉凯，黑，就是黑，你说的黑不是黑。许伯祥，颜色会慢慢被写完的。成，这个城不是，不是这个城。绿，是的，笔顺有点怪怪的。陈一，换你了。今天的第八个颜色 ，purple， 紫。要不要再看一下？有点笔画没有完整，右边那个。这样可以了，记得陈依依过。张世阳，很好。蓝，好的。洪玉凯过。这念电是吧？电，电色，电色是不是接近蓝紫色的感觉？是，深蓝，深蓝，就是深蓝的意思。电过。伯祥，你总能给我写出一点不一样的字来，这怎么念呢？梨，梨，梨是什么颜色？应该是黑色跟另外一个颜色相间的颜色。它是形容黑色、黄色相杂间的两色相间。对，那你远远的看的时候的那个颜色。了解，依依，换你了。如果成这样写才是对的话，伯祥刚刚就可惜了。成，是的，成长这样。三点水是澄清的澄。来，世阳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灰，灰，过。洪玉凯，米，米是不是有一种颜色？不算吗？不算。不能算是吧？对，米色是我们后来的形容。B 是个颜色。伯祥，直接就写黑了。写过，写过了是不是？冷静。赭，这是褐色的一种。红褐色，红褐色，赭，依依，笔顺怪怪的，金，过，这写金不就下一个字被他知道了？世阳，耶、yeah ，你给他一个明灯啊，赢，当然是，下一位，赤，
赤就是红色，对不对？是。下一位，博翔。猪，猪也是红色，对不对？一。你饿了、啊？想吃鱼圆汤。粉怎么会是颜色呢？粉算颜色吗？粉色，粉是。粉算颜色？它是白色。粉就是白啊。是。哎呦，答对了呢。粉，世阳。米粉，米不行，粉可以。有有有什么黑？青黑色。青黑色。哎，漂亮。玉凯。素也是颜色，白色。素是白色，是白的。不行，漂亮。墨，下一位，乙。有没有可能写错了这个字？夫是不是颜色？不能算，不能算，不能算颜色，快删掉，快点！彩，彩是颜色吗？也不能，不能，快点，删掉！陈依依，聚散两依依，依依不舍的依依。你被淘汰了。来，世阳，换你了，请作答。不知道这个算不算？红，红算颜色，不算，删掉。哎呀，好多字啊你。带，是什么颜色？它也是一个青黑色。也是一种青黑色。下一位，玉凯。这个是干，这个是念干，念干，干干四声，念四声啊，是干，对，干是什么颜色？它是一个微红带深青的颜色，青色，微红带深青，就我们现在说乌青乌青的那个颜色就是这样，哦青哦青的颜色，就是干色，对，感觉就是那个颜色，漂亮。算你狠，我想血色，血不能算颜色，血不能算颜色，血它有色，但不能算颜色。哎呦，想到这个，翠是一种绿吧？青绿色。青绿，来一，一请休息，世阳。乌。哟，你很蛮会掰的，哦，过关，李凯，七，七算色吗？黑算，它指的是黑色的一种。哦，七不是红啊，是黑的。黑，漆黑啊，漆黑，乌漆嘛黑，乌漆嘛黑。我想。人家如胶就要四七就对了，对。胶是不是颜色？不能算。快删掉！快删掉！快点！波翔，你被淘汰了。这位吊车尾的直接面对我们的玉凯，世阳，加油！好，继续作答，请。光绪皇帝的绪啊，你疯了？这是颜色吗？这个？好，删掉，快点。飞，哟，这是一种红，飞红嘛，哈。来，下一位，
这什么？这什么字？观金。观，羽扇纶巾的观。观是颜色。观不是，因为纶巾指的是丝带帽子的丝带。它是材质啊。纶巾，对。哦，删掉，快。奇，怎么念？奇二声。奇哦，紫是颜色，是紫色，一种紫吗？青黑，青黑也是黑啊。对，漂亮，我好嗨哦。这谁？搞，勾，搞，搞，白色，搞白。嗯，玉凯，加油。鹤，这个鹤是颜色吗？红的吧。红，这是一种红色，大红色，大红色，哇，好嗨哦！紫，是颜色吗？紫，不是，三，不是颜色。破是颜色吗？因为琥珀必须要连用才能够当作是颜色来看待，它是一个连绵词，我们不能够分开。连绵词不能分开。对，三块。换。好。出现。这是谁？这是我的压箱宝。写错字了。这是什么？你写错了吗？写错字，写错了。写错了。写错字，快点。想一下。啊？还是错？错，快点删，快点！哎呀，没了。木是个颜色吗？不是。还有什么颜色？还有什么字？刚刚他要写的那个，我可以写一下吗？你可以写啊，来，玉凯，给他作答，连线。因为我有跟他一起研究啊。是白、啊。是白。是红色，对，这也是红色，是，对，这个字念是，念是，对不对？嗯，可惜了，张世阳，你还说压箱宝嘞？哎呀，是压垮你的稻草。那个世阳很厉害，人家写一个字，他马上联想到另外一个字，厉害啊！说他刚刚写一个奇，他马上想到稿，因为这个在《诗经》里面是出奇东门，稿一奇经。东门外很多个穿白色衣服的跟穿绿色衣服的人，所以他写一个字，他马上联想到一个字，非常厉害。张世阳表现不错，非常可惜，但是今天的周冠军已经诞生了，恭喜洪玉凯。